当我看到六，我看到八出来的那个瞬间，我都点下去。三，快啊，十八，十八，现在来练手 ，OK 了 ，OK， 金转红的没事。前面我基本上我前面三十抽通常都不太有什么，所以我不觉得我前面三十抽会中。你看，第一个石头啥都没有，可以可以啦。这个现在就是一个开始，先消个一也算。第二十抽，这个你知道我们几率要慢慢的。现在呢，这个现在是 B， 我们蹲到了一阶，我觉得我们家大概蹲到三阶吧，三阶就会出一天，放心啦，真的，你不用担心。这次我会很快乐的闭嘴，你看看这个直接跳出来，这个彩蛋三颗。爆开就是有，我讲过了，我的账号爆开。嗯，原来我没有抢到啊！不是不是，辉彦，你第三只了，辉彦。啊，铁羽之人。等一下，我辉彦第三只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有田宇智，有田宇智，田宇智可以，可以，田宇智 OK， 田宇智，对，辉彦无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辉彦也第三支了，拜托，辉彦姐姐，请你让让，真的让让，辉彦姐姐，我求你，拜托，拜托不要，好不好？然后田宇智也请让开，我真的只要天，大豆也不用，大豆已经有了，好不好？就天狐就好，天狐代表的葫芦就很不 OK 吧？哇，这个只有一颗啊！拜托，错啊！不是啊，歪了啊！真的歪了啊！真的，我不要田宇是这样，拜托，天狐真的就天狐一只就好，拜托啦！这什么降临什么的，我不用，我真的只要一只天舞啊！真的真的，我求你 ，yes， 来了 ，yes， 第一只，哈哈，第一只来了，可以，我真的觉得我这次可以七十抽，我看我这次七十抽就可以 PB 了，我相信这次。好了，接下来彩蛋都不能爆开，爆开就是代表没有中。OK， 这次就讲了七十抽就是宝了。不用危险，没有危险。好，来咯，第五十抽，可以的，真的可以，放心，今天的我没有极限。就来，再来第二只天狐，你看看这个两颗彩，不要放，来沙丹，来，天狐，我就是你，我也想提早毕业啊，我真的很想要什么啊，六十抽毕业也算提早毕业，好不好？来吧。来啊，天狐，求你了，天狐，可以 ，OK， 天狐，最后一颗就是代表着我们天狐，就是天狐，最后一只天狐就要毕业了，我相信我们可以天狐 ，yes，